Hey guys, new place. Hello. Champion. 過到嚟Silver Tuning， 我見佢成日咧啲女仔咧好靚，相當之吸引，所以咧今次咧係啦，冇錯，今次亦都好大膽咁揾咗兩位靚女嚟做一個訪問。好啦，咁先問下小雨，佢一啲都唔少㗎，我覺得小雨，你是哪里人？台灣人。台灣的，你喜歡什麼類型嘅男仔啊？我喜歡體貼的男生。張震岳在哪裡就可以了。你嗎？比較體貼啊，我很體貼的，我晚上比較體貼，白天就比較冷漠。要對女生很好啊。是第一次過澳門的嗎？覺得怎麼樣？還沒有出去走走，因為昨天晚上才來，想要出去逛一逛看看。昨天晚上到澳門，然後就先來工作。那今天下班的話就可以去逛一下。夜晚就可以行啊，有空嗎？ 我带你去玩玩吧。<笑>好啊。好，咁啊，问另外一位玲玲系咪啊？你是 Hello Kitty 啊？大家都叫我 Hello Kitty， 因为我这边有个 Hello Kitty。这里，系，好，挨后少少先，系啦，有个 Hello Kitty， 系啦。Hello Kitty。我可以碰一下吗？好。为什么有个 Hello Kitty 在那个？因为我很喜欢 Hello Kitty， 然后我已经化妆在身上大概五年了，就是有间断啦，就没有一直化，就是有需要的时候会露的时候就会化。第一次过来澳门的吗？今年已经是第四次了，赛车场。赛车场第四次。奥林匹克第四次。那么有很多男生跟你喊举手吗？就是对你不礼貌吗？不礼貌，就是有的人可能拍照的时候会扶你的腰什么的，就是会觉得有点怪怪的。我就是那一种喜欢抱着人家的那一种，你要小心哦。好，小心。玲玲、小雨，是啦，小雨还一点都不少的，玲玲还有 Hello Kitty 的。呢個就係 Mandy 啦，第幾次嚟啊？第四次，好似就係咩？次次都係，次次都見到你。但係今次你唔係呢個第一個孩子喎，你係我今日就係幫一個澳門嘅賽車手啦，咁佢就係我朋友嚟嘅，咁就係今日幫佢做 Racing Girl 啦。係啦，你朋友嚟㗎。蘇生喺後面，蘇生喺度，我就望緊蘇生喺邊咧。係啦，喺後面，係啦，冇錯。好啊，你叫咩名啊 ？Hello， Wrinkle， 我係 Wrinkle 啊，邊度人啊？澳門人，澳門人咁靚嘅咩？好少澳門人咁靚嘅。多你女㗎，係咩？啊，咁我都知，你介紹啲嚟。你介紹啲嚟，有冇 IG 或者 Facebook 或者 Instagram？咁有係，梗係要講出嚟咯，俾人 at 噶嘛呢個。Wrinkle 一零一四咩嚟㗎係 ？IG 咯。IG，Wrinkle 一零一四，咁啊大家加啦，我自己加咗先。好，唔該。拜拜。好啦，啱啱咧就收到一個類似呢個係咩？濕紙巾。濕紙巾，咁啊佢俾一包。
係咪啊？好吸引咧，其實係濕紙巾嚟嘅啫，唔好亂諗嘢。我已經有一包啦，我已經有一包了。Where are you from? Come from Taiwan, Taipei. Taipei， 你是说国语？国语 Mandarin。国语可以啊，我也是可以说国语、啊。早说。为什么不跟我说国语呢？你早说。那可以啊，这个是什么？这个是我们那个for you 的那个湿纸巾。湿纸巾。为什么是这样的样子的？好像什么呢 ？Special design。Special design， 好像什么呢？卫生巾啊。卫生巾那么小的吗？卫生巾。卫生巾这么方便的。带口袋方便。放口袋方便，轻薄的。你拿这么多，你很多亲戚来吗？还没有哎。还没有哦。你叫什么名字？看饭小菜 Emma。有 Instagram 吗？有。可以说一下吗？Emma 酱 ，E M M A。E M M A。Yeah，J I。J I。J-I-N-G 好 Instagram 加佢啦。你是四川哪里来的？台湾。台湾又是台湾，台湾女仔。你叫什么名字 ？Vina。小超，可以，你们可以告诉我们你的 Instagram 吗？ Instagram 可以啊，那我先Rina Jun 329 R I N A J U N 329。我的是 Star Moon 070的。好啊，你听到就听啊，听不到我都系，我唔会再写出嚟嘅。好，谢谢。我都唔識日文，我都唔知佢係叫咩名，總之佢係日本妹啦。好卡哇伊，卡哇伊，幾靚儀。Thank you. Okay, thank you. E V 鼠啊，好啦，咁啊，又係台灣女仔，好高啊。你叫什麼名字啊？小綠，綠色的綠。小綠，綠色的綠。啊，你多高？一米七五。一米七五，好高。好，咁另外一個。好啦，咁啊，你也是台灣來的嗎？对，台湾。你叫什么名字啊 ？Candice， 蔡依欣。对，蔡依欣。哇，我啊又有好靓女，好多台湾女仔。有没有 Instagram 啊？有，可以告诉我们吗 ？C A N D I C E 0723。拜拜。听不明，再听多次自己。你叫什么名字啊？Stevie。Stevie。Seven。Stevie。啊 ，Stevie。Stevie。哪里来的？深圳。深圳咁就自然講白話啦。少少啫，但係講得唔好啦。係咩？咁第幾次嚟呢個澳門做賽車旅遊啊？我每一年都過嚟嘅。每一年都過嚟，覺得今年點啊？都係咁熱鬧，每一年都很熱鬧。係咩？講普通話好啲。都係講普通話啦。好啊，咁啊，覺得開唔開心啊？今次？開心啊！次次嚟都好開心㗎，係。嚟到呢邊有四個女仔啊，咁你叫咩名啊？Panda。Panda。丁丁、Nicole、阿玲，系啦，咁啊，第几次过嚟澳门啊？好多次哦，超级多次。超级多次。唔记得啦，已经比较多。原来个个都咁多次嘅，好啦，唔该晒。好啦，咁嚟呢度咧，咁我见到有几个 Audi 嘅女仔啊，咁啊，好问下佢哋叫咩名先 ？Hello， 我叫 Chan Chan。Hello， 我叫 Wing。Hello， 我叫 Hannah。点解你着得咁密实嘅？因为 Audi 是咁密实噶嘛，我哋稳稳阵阵就会赢噶啦。O K 啊，咁都好啊。咦，前面系咁有人行过添。好，咁啊，加油啊，你哋。唔该晒。喂，系 Ukami 阿嫲车妹嘅家姐。系啊，车妹嘅家姐。咁我就问一下啲妹妹先，你叫咩名啊 ？Miki。有几高啊？160-170左右。哇，好高喎佢！咁你喺边度嚟噶？广州。我第一次，好玩啊，梗系好玩啦。咁多人影你开唔开心啊？开心啊，点会唔开心？有冇人对你咸猪手啊？冇啊，都好礼貌噶。好啦，问第二个，咁你叫咩名啊 ？K K。咁你又第几次过嚟啊？我都系第一次。
好多人好熱鬧，心情都比較緊張，因為好多人影。係咩？平時做開啲咩嘅？都係上車 model， 都係講佛心。辛苦你啦，可能又會落雨添。好啦，辛苦。好，辛苦曬。辛苦曬。第一次過嚟，係啊，覺得點啊？個環境啊、情況啊，同埋啲好多人啊，好熱鬧啊呢度，都好多人影相嘅。咁啊，覺得氣氛如何？好刺激啊，好熱鬧咯。咁啊，覺得架車如何啊？架車好型啊。咁啊，覺得我如何？呢個都好有型。好夾硬講，好啦 ，OK， 唔該你。赛车女郎，赛车女，因为我一个台湾的。